做风筝呢，它分好多个方面去。一般大的步骤来说呢，就是扎、糊、画、飞。分到小的步骤呢，一个风筝它有几十道工序。 每个风筝都不太一样，这个就是在你绑扎的时候和你扎的过程当中，你就要用心去做了。这个就是一种实践的一个过程。你一个风筝。 你飞不上天去，你就不能称之为风筝，只能称之为一个工艺品。你只有飞到空中去，才能是一个好的一个风筝。